你看钱包开了，他现这里了，看我都要被几间出。他每次都在你忙得要死的时候，传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讯息。伊就是哦，啊，规世人拢在厝的共家头门，啊，唔捌食过外口的头路，啊，才会无了解社会变化。你这款理发店已经落伍啊啦，人即马拢足无闲的，哪有时间像你安尼豆豆啊家头毛？人生唔是安尼算的啦，妈祖婆，囡仔拢大汉啊，求妈祖婆吼，记得保庇。我妈哦，就爱洗洗脸的。是你看钱包开了，他现这里了，看我都要被几间出。他每次都在你忙得要死的时候，传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讯息。伊就是哦，啊，规世人拢在厝的共家头门，啊，唔捌食过外口的头路，啊，才会无了解社会变化。你这款理发店已经落伍啊啦，人即马拢足无闲的，哪有时间像你安尼豆豆啊家头毛？人生唔是安尼算的啦。你吼就是安尼啦，上好就要结婚，啊上好就要买厝，我嘛是家己看好就好。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这样像会知？可以不跟我会知？你不够关心他啦。最关心啊！爱一个人的时阵在创啥？咱哪像拢唔知哦。